圆山市集周末集结商圈的特色店家，以中秋为主题，包括加入柚子果酱的费南雪，融合烤布雷的现烤半月饺跟各式的特色小物，还准备了三米高的巨型月亮气球造景，邀请民众一起同乐。超大颗饱满芋圆地瓜圆，放上冰心地瓜，撒上香脆花生，超古早好味道，这回不用到金山，来到圆山市集就能吃得到。一刀切下内含绵密馅料、原先方正的费南雪，除了加入柚子果酱，熊夫人甜点师傅特地用巧思做成圆圈圈，象征月亮。集结37处商圈店家来到圆山花博合办市集，以中秋为主题，各种特色小物餐点吸引大批民众逛街过佳节。豆腐蛋糕，然后我觉得很特别，然后里面还有包柚子酱，就是很中秋节的感觉。刚刚有跟老板聊过天的，他就说他们这一次是结合一些中秋元素。然后来制作的费南雪，就觉得说很特别，然后也感受他们的心意这样。进入面团，加入烤布雷，成型后立刻放入火炉窑烤，一口咬下，香甜内心流出，让人超满足。披萨饺呢，它的形状它是半圆形的，两个呢合在一起刚好是一个圆形，它就代表我们团圆的意思。我们希望大家吃到这个里面加了甜甜的烤布雷的馅料以后呢，有感觉到幸福的感觉。这只面糊裹上铁观音卡士达酱，最后再配上童年古早记忆的把布，炎炎高温下让民众强买解肌消消暑。为了这个商家的瓦把铁观音把布，还有那个芭乐的那个把布，就是我儿时的记忆，有没有把它跟我的鸡蛋糕做结合？青葱烤肉串、香菇玉米笋，还有香肠麻吉，乍看好想咬一口，但其实全是造型蜡烛。从小吃到小物，各类商品融入满满中秋元素，让民众轻松逛街，也能感受浓厚佳节氛围。记者黄教育郭慧萱 SNG 采访报道。